看是早期还是晚期，如果是早期胃癌，我们内镜下治疗之后，我们是建议三个月之后就复查。三个月复查的时候，根据三个月复查的结果再来确定下一步的复查计划。晚期胃癌呢，那当然是根据术后，晚期胃癌是根据术后如果达到根治性的切除了，那他也要在化疗大概化疗几个周期，三到六个周期之间，做这个内镜的复查，看一看局部的复发和局部的复发，局部有无复发等情况，根据患者根据不同的患者的实际情况，要给出一个具体的一个复查计划，这个要到医院里由专业人员来给他做出一个判断。